哇，应该同学们都到了哈，因为那个听说有些同学还在路上走，今天下雨天比较路滑哈。那很开心今天有现场的，我们今天的大家有看到哈。好，那我先问一下，请问后天10月15号是什么日子？校庆。请问是我们中原大学几岁的校庆？67。耶、yeah! 这位学长太清楚了哈。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校友哈，所以我对校庆那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要回娘家的日子。虽然我天天都在娘家哈，因为我是69年来到中原的，很可怕哈，民国69年来到中原。你们现在算我的年纪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在中年是半个世纪了哈。那很开心，因为我们这一次为了这一次的校庆，我们办了一系列的校友的智库周。但是为什么我们啊，在这边我希望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除了现场的同学之外，其实我们这边有一台，我们现在是直接直播到全球的校友会，所以全球的校友现在都跟同学们一起在听这场演讲，为的就是要庆祝我们67周年的我们这一次的校庆，办了这一系列的智库周。但是为什么用智库周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大学，我们知道大学是扮演着就是培育英才啊，好精英，然后服务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责任。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大学也扮演着给国家制定政策的一个很好的智库单位，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大学的责任哈。所以不是只有教育问题，我们其实对国家社会来说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中原大学也期待我们大学能够扮演这么好，就是这个角色，所以我们才会办这一次的智库周哈。那今天是我们第二，就是啊，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再讲一个好消息，因为我忍不住哈，因为我自己是校友哈。到昨天已经大部分注册率全部都出来了，还是要再次的恭喜我们中原哈，今年的注册率又是100%哈，我们这一次已经连续3年中原注册率100%，所以到时候不是只有台大是100%啊，我们也是台100%，到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媒体，大很多媒体哈，还有我们的官网都会上去，我们是连续3年。注册率100%，即使在这么恐怖的状况下，例如说文化少了2000多个学生，淡江少了好像1000多个吧，忘记他们多少了，讲错了哈，淡江不要骂我哈。好，就大概在少子化中间，我们中原还是屹立不摇哈，所以真的很感恩所有的同学们、师长们，还有校友们各方面的协助，当然也很感谢整个社会哈给我们的支持。那我们今天是我们智库周的第二场，是叫做 IPEF 下印太区域啊，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好像还没有介绍大家我哈，我是商学院院长李正文哈。好，今天的暂时充当主持人哈。那我们今天要主要是 IPEF 下的印太经济的整合与重组哈。那其实这个就印太那个 IPEF 其实是印太区域那个经济框架的一个解说哈。那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美国到了东协的时候，他开了峰会的时候就有这个念头，说我们要一个叫做 IPEF。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家记不记得川普他就说哎，我们要就是出来，我们不要在那跨太平洋的那个伙伴的协盟叫做什么，叫 TPP， 他说我要退出 TPP。 好，可在同时中国呢又开始在印太区域经济弄了一个叫做什么 ？RCEP， 有没有听过 RCEP？ 哈，那不管怎么样，那在美国感觉到说，哇，要跟中国对抗，不管是经济或政治的对抗，啊，又碰到疫情的冲击之下，他当然很想要说，你知道现在的贸易都不是单打独斗，都必须要区域整合伙伴关系，所以他在今年的5月，他连续造访了韩国、日本，然后到东京以后，他跟了日本、跟印度还有欧洲4个好国家开了4方的一个高领袖峰会哈，那时候正式 IPEF 正式上路。好，那大家都解读这就是
美国要跟中国在印太这个区域地区，不管是做政治或是经济上的一个对抗哈。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阵子沸沸扬扬，就是我们就是进口了美国莱猪，好这件事情。那当时当然是除了美国的压力之外，我们也是考虑到，如果我们开放这个政策，是不是有可能加入这一个 IPEF 的这个里面？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一次我们正好在第一轮的名单上面没有我们哈，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担心说，那我们台湾未来的经济地位要怎么办哈？然后例如说一个世界两个系统，那我们台湾的企业，特别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晶片半导体的台积电哈，大家有没有听到看到今天台积电已经掉到400以下了哈，所以是大家蛮害怕的哈。不管怎么样，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是要想说，那我们台湾到底要怎么样在全球经济链做一个重组的状况，或是做一些些让我们竞争力还是可以在全世界哈维持下去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探讨这个议题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主讲人哈请到的是陈志航先生哈。那好，请他先跟大家。那陈志航先生，大家有看到他是利欧新能源公司的执行董事，依云谷数位科技公司的顾问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大家有没有听过知策会？知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 MIC 里面的那个就是叫执行总监，是不是哈？然后也是顾问哈。那这个那个，其实如果大家偶尔上网，最近大家。好像前几天不是那个又看到俄国跟乌克兰一直在战争吗？但是大家如果就上网去找的话，可以看到陈志航那个先生他写了一系列俄乌战争下面对台湾政经的影响在哪里？俄乌战争下面中国两会工作报告的意涵在哪里？还有现在有很重要的就是科技战的问题。那科技战呢？大家现在那中国还要跟美国最近都相继的通过的时候科技竞争法案，那到底这他们通过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在哪里？所以大家如果这个不是今天重点哈，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拜读那个陈志航先生一系列他东西写的太多，例如说还要写中国哈什么共同富裕的战略啊等等一大堆，那个所以那个陈志航先生他是精通。两岸的产业合作，还有不是只有台湾，是全球的政经情势。好，那等一下我们听完那个他的精辟演讲之后，我们这个安排会有个语谈的哈时间，就是透过语谈人跟主讲人之间的一些沟通哈，还有一些对话，让同学们、让校友们更能够了解这个议题下面的意涵哈。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语谈人是林正言老师，跟大家见见面。那林正言老师也许有同学修过他的课哈，他是气管系的教授，然后是我们商学院全球台商研究中心的主任，但是他在我们中原担任过很多主管，推广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研究发展处处长。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也被借调过开南大学，我们附近的邻居哈，开南大学当过教务长哈。除此之外，他还有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华民国，那个管科为什么管理科学学会好里面的副秘书长哈。所以他现在目前不管是陆委会或者是工业局，都是产官学都做得非常对我们中原的贡献非常大哈。所以那现在大家一定不想听我废话多，会就一定很想赶快听到陈志航先生的演讲。那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再欢迎陈志航先生。谢谢。李院长、林教授、各位帅哥美女，午安。啊，那个两件事啊，第一个，我一直以为这个题目啦是院长跟教授定的，我刚刚才知道这个题目是校长定的。我好想说，校长这么关心 IPEF 印太经济架构啊。那第二个呢，是那个我们刚两个哈，为什么在闲聊哈？
因为呢，那个林教授说半年多没看到我，怎么瘦这么多？我很想回答他是忧国忧民，事实上不是啦，哎，那个我喜欢跑马拉松，所以是瘦的。啊，反观啊，林教授说他这短短四年又胖了25公斤，哎，我们两个很想能够把两个相加除以二，那我们两个呢就变得非常正那个完美啊。第三个呢，就像刚那个李院长讲的啦，林教授当时约那个邀请我的时候，我还在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上班。那我9月7号呢，从资策会退休了。那目前我住台北，但是呢，力欧新能源在桃园啊，而且呢，最近也标下了桃园航空城的土地啊，换那个未来公司在扩充的过程中。欢迎各位帅哥美女呢来应征力欧新能源公司，我们一起共同成长啊！好，那根据呢校长所定的这个题目呢，那个这是我要谈的内容啊。第一个叫全球供应链重组，第二个就是刚刚李院长提到的一个世界两套系统，第三个当然是不能免俗的，在那个 IPEF 下呢来看呢台美跟两岸的重点产业啊。好。首先呢，我们看 IPEF， 校长谈的呢，印太经济架构，我跟那个同学讲一下哈，印指的是印度洋，太指的是太平洋，所以呢，印太经济架构很明显的跟奥巴马时期或者克林顿时期呢很不一样。奥巴马时期当时美国发生911，所以呢，那个小布希时期呢到奥巴马，所以美国的重点都放在那个中东。啊，或者是阿富汗、啊、伊朗等等的，可是呢，这20年来，尤其在2010年，中国大陆的 GDP 超越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变世界第二。哎，再加上呢，中国的科技呢突飞猛进，所以呢，让美国惊觉到，他应该要把目光重新拉回到亚洲，啊，所以他提出了印太经济架构。问题来了，台湾因为呢，从美国的角度，美国呢看的是一中政策，美国看的是一中政策，所以呢，他没有把台湾邀请到印太经济架构，所以美国呢找台湾自己谈了一个叫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他目的呢是要弥补台湾，因为台湾呢。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不算是一个国家，所以台湾呢无法加入印太经济架构，美国呢就特别跟台湾谈21世纪贸易倡议。那这两件事呢都已经在进行了，那这两件事如果呢各位学数学哈，把两个给集合交集的部分指的是哪个呢？原则上指的是三个交集的部分，哪三个呢？第一个是数位经济。好，尤其呢，各位呢发觉呢，2020年1月23号，武汉因为肺炎而把整个封城封起来，让这个肺炎疫情呢影响了全世界2年半，将近3年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日子很好，因为今天是台湾国境开放，所以呢，那个凌晨0点多的时候，第一班外国旅客就是泰国旅客开始到台湾来旅游。所以今天的日子真的很好。好，那个疫情呢有没有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惯跟消费行为？当然有。所以呢根据那个一个很知名的智库，我要忘记了哈，他做的调查，一个疫情让数位经济提前了10年到来啊，所以疫情改变了你我的生活习惯。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疫情大家不愿意带零钱，为什么？我还要付，假设我去 7-11 我还要付他钱，他要找我零钱，这就是接触。所以呢疫情大家开始拿手机做行动支付，所以我现在呢去不管是小七还是全家，我根本不带零钱出门，我只带手机就行动支付了。好，完全是因为疫情让台湾在短短这2年多行动支付的比例急剧升高，这个就是数位经济因为疫情提前了10年的到来。
这也是呢那个印太经济架构跟美台二十一世贸易倡议排第一的。第二呢叫做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呢只有那个50分钟，所以有关第三个议题减碳跟洁净能源干净能源呢我就没有时间做 多做报告。但是呢我讲这个目的呢要回答大家一件事情。我从事测绘我是被告知要提前退哈，不是我想退，当然我现在退的话高兴到不行，每天很快乐。我是5月31号满62岁生日，5/31/62岁生日，6月6号才过6天，自测会就通知我请我提前退休。那各位讲说不是65吗？没有，自测会呢都希望你在63岁就提前退。好，那讲真话，我没有退休的准备，所以呢当时我在思考一件事，我退休后到底要含饴弄孙哦。跟各位报告好消息，我10月2号当外公了，我女儿啦我女儿呢在伦敦生了一个外孙女，我女儿在伦敦的亚马逊上班，她老公在 AWS、就是全世界做人工智慧做最大的 AWS。 所以呢我在想我到底要含饴弄孙还是转换人生事业跑道，经过高人指点希望我转换人生事业跑道。那我既然要转换跑道，所以各位你们跟我一样，你们毕业后或者退伍以后在思考人生要转换事业跑道，那我的想法是两个。第一，我一定是在未来10年继续往上走的产业，我不会去找那种会往下掉的产业，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找的产业呢一定不排放二氧化碳，不管2050年净零碳排是不是全球的趋势，但我认为呢降二氧化碳迟早这个紧箍咒会紧紧的箍住人类的产业活动，所以呢我找的公司绝对呢不会大量的产生二氧化碳。所以呢这就是呢我百般思考以后优先选择了两家公司，其中一家呢就在桃园。那当然我今天也会把我的思维透过这个50分钟的时间呢一个一个跟各位做报告。好，所以今天呢是因为时间有限，我先谈供应链韧性再谈数位经济。所以第一个先谈供应链韧性，首先呢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台商把它的生产基地95%放在中国大陆，所以过去30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很多都在中国大陆发展。为什么？因为台商把他的生产基地95%放在中国，所以中国也有一个外号叫什么世界工厂。这是过去30年。好，没想到2018年川普祭出了美洲贸易战，什么意思呢？他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关税，过去是零哦，零哦，增加到10%，有些产品增加到25%，这还得了？我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毛利率只有15%，可是光是出口到美国关税就25%的话，那台商会受不了。好，所以呢，台商呢开始呢不从中国直接出口，开始把它生产基地开始做移动。这个叫做全球供应链重组。好，那这个影响到底 有多大呢？我们看2020年小英总统啊，那个连任嘛，那个他连任以后呢，在520就职演说，我们都有注意到，他就职演说讲未来4年，就到2024，未来4年他的经济战略就只有3点，1、2、3，很好记。第一点就是 哪三点呢？第一点是数位经济，第二点全球供应链重组，第三点当然是缩短贫富差距。好，可是呢你会发觉看来你我尤其我们都知道小英总统是念法律的，他根本不懂产业也不懂经济，那一定是什么幕僚跟他讲数位经济跟全球供应链重组这两个趋势非常重要，
也一定要是那个总统未来的施政重点。好，所以呢，厂商开始移动，开始呢做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从过去呢 Made in China 到2030年，未来十年会是 Made in Everywhere。 好，那这时候呢，到底有没有发生川普所讲的日商美商包含台商蜂拥的撤离中国？好，这一点呢，林正言林教授呢也经前上次呢也有问过我，哎，所以川普讲的这句话是真的假的吗？台商到底有没有那个台商美商日商包含欧商到底有没有疯狂的撤离中国？什么叫撤离？工厂结束掉，员工之前，员工之前，然后呢把资金从中国撤离搬回到台湾，这叫撤离。哎，各位，你们觉得这台商撤离的严不严重啊？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做现场民调了啊。根据工业总会所做的调查，调查台商1000多家，工厂结束员工之前资金撤回台湾，各位知道比例多高吗？川普说很多很多嘛，很高。各位知道工业总会调查比例多高吗？5%。所以代表什么？大部分啊，要么留在中国不动70%，要么呢30%，其中20%移到东南亚，10%回台湾。好，这是过去呢2-3年的变化。那认识子昂的人啊都知道，陈子昂呢很喜欢谈趋势，所以我很佩服哦。刚刚李院长啊，没想到看我过往那么多的研究报告，我在想要不要考院长啊？有没有认真看我的报告？好，那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谈趋势，所以呢，我如果在谈过去美洲贸易战，没什么意思。而且呢，你们还在念书，你们在乎的是什么？未来这5年，尤其你们毕业以后，全球的趋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过去3年叫全球供应链重组，那未来呢，会是叫供应链的韧性。所以呢，我要讲未来5年，全世界在谈的呢，不再是全球供应链重组，包含小英总统也不再讲这个。现在呢，我们的府院各个部会都在谈供应链韧性。好，那什么叫韧性呢？我待会会补充说明哈。第二个，谈未来当然指的是2025年，或者到那个2027年。台商过去呢70%留在中国不动，20%移到东南亚，10%移回台湾。电机电子同业工会呢，在那个2022年7月，今年七月，因为净零碳排这个需求，做了一份调查。两岸的台商呢，再一次的降低两岸的产能，降到50%以下，新南向的产能增加到40%。所以呢，那个林正言教授呢，也觉得我应该要符合台商的趋势。过去林教授呢，是专做大陆台商研究。现在开始做新南向台商的研究，所以呢，是不是暗示大家一件事情？过去你们的学长学姐毕业后，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经常出差中国大陆，未来不再是出差中国大陆，可能是出差东南亚，包含墨西哥跟东欧。那东欧呢，会占20%。只是呢，我怀疑这个数据啊，我怀疑啊，反而呢，我觉得这个数据比较精确一点。这是呢，工业总会呢，在今年8月，因为中国大陆呢坚持那个动态清零啊，然后疫情反复的封控，他所做的调查，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未来哦，指的是未来3到5年不变的占20%。减少的占29%，接近30%，哎，一样，增加中国投资的，增加投资的，竟然还有20%，所以看来未来的变化是，还是中国投资的占多数。好，没想到呢，现在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再加上梅克西美国那个佩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啊，那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哈，佩洛西来台湾呢，骇客攻进了我们的总统府、行政院各部会、台电、台铁，还有我们的小七 7-11 骇客，啊，所以呢，当然这个骇客很客气，他没有瘫痪台湾的行政单位，但是这件事呢，让台湾很紧张。为什么？各位想象一个画面好了，骇客攻进了银行体系，把钱给偷走；骇客攻进了我们的股票市场，让股市呢大跌500点，这叫做骇客。哎，他都已经攻破了我们的总统府跟行政院，他要做这件事情很简单。所以各位都没去注意到哈，政府部门希望你们好好念书，哎，长大保家卫国，所以不要先告诉你们这件事。事实上呢，佩洛西来台湾呢，中共做了三件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哪三个呢？第一，飞机飞越海峡中线；第二，包围台湾；第三，飞弹呢飞过我们的台湾上空。好，不但如此呢，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呢，那个中共呢还发表了《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对台白皮书》啊，我今天讲的都是事实哈，不管你们听不听，但我希望各位把我的话当成忠言逆耳啊。那个《对台白皮书》呢，里头白纸黑字写了，过去呢中共不敢白纸黑字坦白的讲什么说要统一台湾，没有。也不会列出时间表。那各位都知道呢，下礼拜中共要召开20大，除了习近平会继续连任未来5年第三任以外，他会发表一个对港澳台的一个论述。那现在政府呢紧盯着他20大以后会对台湾的论述是什么。好，那不管这个论述，我们相信呢对台白皮书应该是差异不大。简单讲，在未来这最慢我们认为不会超过10年，2032年以前，未来10年中共呢一定会想要和平统一台湾。好，所以呢全世界的目光开始由欧洲的俄乌战争聚焦到台海，所以媒体呢那个把台海用4个字来形容，叫未来是兵凶战危。好，从这一点呢，那个从那个世界各国领导人还有重要媒体呢，那个除了俄乌以外最关注的就是台海情势。所以呢台商开始关心一件事，他必须要再次的移动。好，这时候有趣的事情来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召开 G7， 拜登呢是特别去 G20，习近平呢是在 G20 呢那个讲话哈，一个是亲临现场拜登，一个是用视讯会议讲话，两个呢完全没有事先沟通，两个竟然共同呼吁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所以代表什么？代表未来3到5年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呢绝对是台商决胜负的机会。哈，那所谓的韧性呢，所谓的韧性呢英文叫 resilient， 我这边有写，简单讲就是中国一出事我把产能挪到东南亚，东南亚一出事我把产能再挪回中国，中国一出事我把产能移回台湾，下一步呢台湾台海兵凶战危，台商又要再挪动它的产能，这个叫做供应链韧性。哎，你必须要迅速的能够移动。好，那当然两个人呢、对供应链韧性的考量点不一样，很不一样。拜登想的是什么？只要你不在中国制造，你想在墨西哥，你想在东欧，你想在东南亚都 OK。 但习近平讲的供应链韧性是你还是给我留在中国，你不要给我离开中国，了不起你到东南亚国家，这是两个人的考量很不一样的地方。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再看一个
趋势。当时呢，台商在全球布局的时候，2020年疫情爆发一年，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1000多个台商，问他们说未来你要那个设厂的据点，各位会意外的发现，制造业呢有50%要回台投资，35%到越南，非制造业呢46%回台投资，38%到越南。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过去2年台商因为疫情，因为美中贸易战，蜂拥的回台投资。好，各位晓不晓得台商回台投资，台湾有22县市嘛，基隆、台北、新北、桃园等等等的，台商回台投资首选第一名，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个县市？它是台商回台投资最投资金额，投资金额最大的，各位晓得是 在哪里吗？桃园，桃园，嘿，所以呢，桃园这段时间呢、啊，那个土地涨了很多，尤其是青埔，这个就不需要我再多说，多做说明。所以呢，台商纷纷的回台投资。好，那经过2年，最新的状况，台商仍然是台商的，台湾回台投资仍然是台商的最爱吗？我们看最新的统计啊，工业总会在今年8月，因为大陆呢疫情反复的封控，所以呢对台商的影响，结果你会发觉啊，要增加大陆以外地区台商呢，还是回台投资占50%，去越南占36%。所以呢，不管是2年前所做的，还是8月所做的，都代表台商未来回台投资列为首选。所以我大胆的预判，5年啊，到那个2025，最慢2027，因为台商蜂拥回台投资，所以呢，缺水、缺电、缺土地、缺工，这4缺恐怕只会更严重，只会更严重。所以各位不用担心那个你们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你可以预期缺工啊，台湾的缺工未来会是一个常态。哎，那个资策会呢就深受其害，以前我们 找人很容易，现在找人越来越难，所以呢台湾呢已经面临了缺工。好，那各位讲说这是台湾的现况，那川普所讲的美商、日商、欧商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形呢？好，那正好欧商呢发表，他是在今年6月，为什么呢？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今年3月底4月初，上海跟江苏因为疫情而封控。好，所以呢，不要说台商受不了，连中国的欧商、欧盟商会都受不了。所以疫情封控呢，那个6月结束后，欧盟商会赶快对他的会员厂商做调查，问他们说呢，疫情封控导致的这四大问题，大部分呢都认为受到供应的打击占多数，占92%。第二个呢，受到疫情封控的负面冲击占75%。那因为封控嘛，所以没办法做新业务的拓展占60%。最后地缘政治竟然只占33%。所以代表什么？欧洲的商人不重视地缘政治，所以呢大陆的台商不重视地缘政治，这是可以理解的。好，第二个呢，我们刚讲台商呢70%留在中国，工种调查结果是30%是非中国的产能，这是台商哦。那我们先来看欧商的结果是不是这样，我们看欧商不考虑移出中国的占77%，竟然跟台商的比例非常接近。然后呢，要移出不是撤离哦，我有请同事呢去查原文，他用的是移出，跟台商一样，台商是30%移出，欧商是23%移出，他撤离的比例
也是不到 5%， 它也是溢出。所以各位，你会发觉，你会发觉，不管中国大陆情势再怎么糟糕，欧商台商还是高达 70% 留在中国发展。这是呢那个台湾的媒体呢没有跟各位讲的，哎啊，这个这是呢这个统计数字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查都没有变。更好玩的一件事，台商不是把回台投资列为首选吗？欧商呢他不是要移出吗？也一样，回欧洲投资列为首选。哎，所以呢世界各国不管你是欧商美商日商包含台商，现在呢都是把回母国投资列为首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呢刚刚那个李院长所提到的一个世界两套系统。认识我们都知道哈，那个一个世界两套系统啦，这个是我发明的。哎，好，怎么说呢？就像刚李院长讲的哈，那个美洲贸易战2018年是川普开打的，好，然后到了2019年，美洲贸易战似乎要逐渐转成科技战，所以呢，2019年2月11号这个日子呢，我一直都忘不掉，因为呢，那个我们农历年放完假的第一天上班是2月11号，哎。那个民进党党中央最高的智库叫新境界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是蔡英文，副董事长兼秘书长是邱毅人，哎，他们邀请我去新境界文教基金会讲美中科技战，2019年2月11号，离现在正好2年半，所以我在3年前呢，大胆的推论，未来呢，美中科技会脱钩。在2019年，我大胆的预测，而且呢，会形成一个世界两套系统。什么意思呢？中国中俄那个中那个美中科技脱钩嘛，美国会联合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签它叫印太战略联盟，印度洋、太平洋，就是刚李院长讲的 IPEF 校长定的题目。那中国呢，当然会连同俄罗斯，还有一带一路。称它叫一带一路联盟。最有趣的是欧盟，欧盟呢在那个在过去5年，尤其过去那个10几年前，欧盟呢积极的拉拢中国，尤其欧盟27个国家，各位猜一下，欧盟27国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他当总理总统任内出差中国最多次？他积极的呢把两国给拉拢起来，所以过去10多年欧盟跟中国的关系好到不行。猜一下哪一个？梅克尔，德国总理梅克尔出差中国12次。所以呢当时呢10几年前欧盟跟中国关系好到不行，没想到呢俄乌战争加剧了欧盟脱离一带一路，所以欧盟现在看来是加入印太战略联盟确定了。不信呢，欧盟呢在那个今年哈，定那个打算在这6年呢投资3000亿欧元，为什么要来抗衡一带一路？甚至6月底刚刚结束的 G7 呢发表了一个那个共同声明，这个声明呢他特别点名了中俄是 G7 哦所面临的共同主要威胁，尤其他对俄国的措辞，因为俄国在欧洲嘛，但对俄国的措辞没有中国来的严厉。中国呢在共同声明里面史无前例的出现了14次，哎，所以呢那个G7 呢打算投6000亿美元来抗衡一带一路。所以各位，我要讲的是，我以前小时候是美苏冷战，美国联合西欧对抗苏联，当时的苏联包含了东欧，美苏冷战，
美苏冷战呢、啊，我念书的时候我是毫无感觉，不是说我不关心政治，而是美苏冷战在欧洲对台湾影响不大。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各位，未来十年美中关系回不去了，而中国就在台湾旁边。当美中关系回不去了，也代表什么？两岸关系也回不去了。哎，这是未来你们要面临的问题。我再强调一次，过去美苏冷战关我何事？因为它在苏联在欧洲。可是未来十年看来美中会继续的恶化下去，美中科技战，美中会科技脱钩继续恶化下去，那台湾夹在两强之间该怎么办？好，那我最常被问到的呢，台商会不会选边站？为什么2019年2月11号呢，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因为坐在台下的是各部会的次长，第一个打断我举手发问的是外交部政务次长许世俭，他说总监，那未来呢，因为当时我是大胆预言嘛，他说总监，如果未来真的是一个世界两套系统，那请问台商会不会选边站？好，当时呢我是大胆的回答他说台商不会选边站。那这两年来我举办了超过100场次的访谈论坛，包含呢也跟那个林教授交流，好，座谈会访谈超过100场次，台商告诉我99%的台商不会选边站，他的两边美国的供应链跟中国的供应链他两边都压，就形成了所谓双供应链体系，两边都压。那两边都压，台商脚踏两条船有很成功吗？当然有，不信我们看2021年一整年呢、啊，对中国对美国的出超都创历史新高，所以台商呢真的脚踏两条船很成功。哦，我这是双关语，所以看来你们年轻人还不懂我讲的双关语，可能林教授懂。哎，什么叫脚踏两条船懂吗？你看你男朋友敢不敢，你问他就知道了。好，所以台商呢脚踏两条船很成功哈，而且呢我们看哦，一整年下来呢对中国的出口呢成长25%，对美国的出口成长30%，也都双创历史新高。好，那各位讲说，哎，那个陈老师啊，你为什么不谈今年？现在都已经十月了，你为什么不讲2022年前三季？因为疫情封控，中国对台的出口数据因为疫情反复封控，所以它的出口数据是失真的。但你看去年以前比较准。好，问题来了，我刚不是讲吗，我喜欢谈趋势，我不喜欢谈过去，这是过去，讲这个没意思，已经发生了，你们也 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在念书，你们在乎的是未来。未来好，现在台上面临一件事情，他要做双供应链代表什么？他要有两条生产线。好，我打个比方，我这是识别证，我有两栋楼，这栋楼专门生产美国的供应链，我的识别证 只能进这栋楼，我进不了中国的厂房。这栋楼是中国的供应链，我就进不了美国的厂房。所以呢，台商自然而然会用两栋楼、两条生产线、两边的员工，尤其两套研发人员。好啦，如果你是电子六哥，你当然啊可以双供应链都压。可是我们访查的结果，台商说他是中小企业，他缺人、缺钱、缺资源，所以他没办法在两个供应链都压，所以呢他开始选择订单。好，我立刻现场做个民调，你认为2025年未来三年，各位假设你们就是台商的董事长总经理，你们现在呢因为被迫迫于呢缺人缺钱缺资源，所以呢双供应链下你只能选择一边的订单。好，
我已经问过200家主要的台商，我那个连同你们在内，我已经将近问了两千人，这两年来，啊，那我待会会告诉你，那个举手哈，如果是你，因为你们现在缺人缺钱，两边的订单你开始有所选择，请问你会接美国市场美国订单，还是中国市场中国订单？单选题哦，二选一，二选一哈。好，认为未来三年你会看中美国市场美国订单的，请举手。好 ，OK。未来三年你会看作中国市场中国订单的，请举手。我上一场是拿那个上礼拜在政治大学讲课，那个他是那个通识，就是那个必修课程通识的课，哎，我当场调查，他是政大大一到大四必修课嘛，哎，举手了跟你们一模一样。我调查200家台商，哈，答案是60%-70%的台商选择中国市场中国订单，30%-40%的台商选择美国市场美国订单。这是我访查台湾200家厂商所得到的结果。再加上呢，我担心我的调查失真，所以这两年来我只要在大大小小演讲场合我现场做民调，从来没有一次呢是美国市场美国订单超过一半，常常几乎每一次都是占少数。那各位想说，哎，子昂老师啊，你为什么不把这数据放下来？不方便啦，因为就像刚李院长讲，我还在资策会啊，哎啊，这是资策会代表政府啊，代表经济部啊，哎啊，现在两岸关系这么不好，你怎么可以表达说台商六七成选择中国市场中国订单？所以呢，我这里只能说未来点点点，然后用嘴巴说。第二，我已经退休了，我背后没有资策会的包袱，所以我今天是代表陈子昂讲真话，哎，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那个台美跟两岸。那难，我不能免俗的，因为现在执政党比较重视台美关系，所以我不能免俗的先讲台美，后面呢再带两岸。好，首先我们看台美。台湾呢，在克林顿跟奥巴马时期呢，不断的跟美国反映，奥巴马那个克林顿8年，奥巴马8年，16年，不断的跟美国反映，说我想要跟你合作工业 4.0、生物医药，还有人工智慧 AI 等等的，美国都懒得理台湾，真的。所以呢，在奥巴马跟克林顿时期，台美关系没有很好。一直到谁突破了？川普。川普呢，在2020年台美呢第一届哦，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哇，台湾好高兴，积极想要跟美国谈好多好多产业合作。我这个想跟美国谈，那个想跟美国谈，列出好多好多。可是呢，美方只挑了一个，而且把这个列为首要。各位知道是哪一个吗？答案是半导体。半导体呢，列为台美首要的优先合作项目，其次呢是5G。好，这是第一届哦。第二届美国又再强调一次，我要跟你合作半导体哦。然后呢，去年年底呢，双方好不容易签了一个 TTIC 哦，美方呢又在跟你讲，我要跟你合作半导体哦。所以各位会纳闷，为什么台湾想跟美国合作了，美国懒得理我们，那美国为什么非要在半导体这一部分跟台湾合作？他为什么那么积极？看这张图你就知道。半导体的上游叫 IC 设计，美国独霸全球，占全世界65%，美国独霸。中游呢叫晶圆代工，当然就是我们的富国神山台积电联电。中游呢，晶圆代工，台湾独霸全球，占66%。反观美国呢，很弱。下游封装测试呢，台湾也是独霸全球55%，美国呢也是很弱。各位，你有没有意外的发现，
上游 IC 设计美国很强台湾弱，中游下游美国很弱台湾很强，所以呢台美合作这个叫做优势互补。念商学院的都知道什么叫优势互补，美国在上游独霸，台湾在中游下游独霸，这个叫优势互补。第二是我最兴奋的，我今年63岁，所以我往前推，或者二次大战到现在80年，各位仔细回想人类产业历史80年来，你仔细回想有没有见过世界第一大跟世界第二大的携手合作？没有。对，我仔细查过，往前查二次大战以后80年的人类产业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第一跟世界第二在打架，不管过去的录影机、光碟机、电视机都是这样，一直到半导体，第一次全球第一大的美国跟全球第二大的台湾携手合作。所以它代表两个含义，第一，如果你有台积电啊不慎被套牢，因为台积电跌破400块，不用担心，因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看过这么棒的案例，全世界第一跟第二携手合作，而且打不起来，为什么叫优势互补？而且携手合作打击谁呢？打老五中国大陆，因为老三是韩国，老四是日本，中国是老五，所以中国呢未来要发展半导体，答案结论是还有苦头吃。好，那这是你个人做理财投资。第二个建议，如果你毕业后要找工作，我优先建议想办法挤进半导体公司，因为你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全球第一跟全球第二不但携手合作还优势互补，而台湾呢偏偏在制造这一块独霸全球，所以半导体呢未来台湾还非常有优势，所以我鼓励你们呢毕业后可以进半导体公司上班。好，那个台美之间呢除了半导体体以外，下一步呢要合作的 5G 跟资安。那两岸呢，我们看两岸，要看两岸呢当然要优先去解读“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有6万多字，19篇。讲真话，因为我专门做两岸研究，所以呢“十四五”规划我看了很多遍。“十四五”规划简单讲就是在回应美中科技战，而且呢回应美国最在乎的 5G 半导体跟 AIoT。 好，所以我们看要解答呢中国未来5到10年最重要的“十四五”规划，你可以发觉就是 5G 跟半导体，或者你看它的新基建。过去30年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它做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未来10年它多了一个新基础设施建设，谈的是什么？谈的是这7个，尤其第一个叫 5G， 第二个人工智慧，第三个大数据中心，再来工业互联网，还有充电桩电动车，完全都不是呢那个一般我们所想象的公路铁路等的，它是数位化。尤其 5G， 中国的 5G 呢是全世界最大的需求市场，像基地台占全球70%，那个 5G 呢那个连接数占全球80%。好，我们来看 5G 手机。我那个上礼拜二呢调查是政大，所以我大概知道政大大一到大四那个 5G 手机的普及率。好，我现在问在座的呢，你的手机是 5G 手机的请举手。在座各位，你的手机是 5G 手机的请举手。1、2、3、4、5。好，大概是10%。我目前调查2000人啊，大部分是台湾的那个 5G 手机普及大概是10%，政大是20%。好，然后我只有在新竹
科学园区那个半导体协会里监事会，那他们也是高达20%，所以5G 手机普及率10%是正常的，在中原百分之十正常。各位晓得中国多高吗？5G 手机的普及率，中原不是10%吗？全台湾10%吗？80%，对，他们在中国已经没有人在用4G 的手机了，都是用5G， 所以代表他5G 的普及率已经到了所谓的市场饱和点，所以上半年5G的成长率呢已经开始衰退。但台湾不一样，台湾在因为才10%，所以台湾的 5G 手机未来还能够高速成长，但中国已经是市场饱和。 好，那因为时间点到了，我这边做一个结论好了。看来呢，美中关系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台湾夹在美中之间，所以呢，一个世界两套系统，刚刚李院长也非常认同。然后各位呢，刚刚投票的时候，看来台商会选择中国市场，中国订单的会占多数。第二个，疫情足足2年半的时间，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跟消费行为，也就是迎接数位经济时代的到来，包含5G 台湾呢，今年是5G 爆发的元年，我们被4G 影响了15年，所以从今年开始，未来15年我们会被5G 给影响。而5G 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半导体。那欢迎各位呢，不管你做个人理财投资，还是呢毕业后去半导体公司上班，台湾的半导体是一个非常棒的优势。什么优势？跟美国是优势互补，而且世界第一联手世界第二。所以中国呢，未来发展半导体恐怕还有苦头吃。好，这是我以上报告，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接着要准备我们的对那个对话和那个语谈人，因为他要换场，他换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他说休息五分钟。哎呀，休息五分钟啊！哦 ，OK， 好，休息五分钟。
再等一下下哈，那个先应该那个先马上就回来，因为天气很冷，我有叫他把那个冷气调比较暖和，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点？因为刚才我真的自己很冷。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语谈的时间了哈，那我们就交给林正言老师还有陈志航先生。好，谢谢我们美丽的院长啊。OK，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本来以为那个我们刚才陈志航顾问他会一直讲下去啊，所以我可以不需要花这个太多时间了。不过刚才他有这个及时卡了啊。好，那接下来大概就是有一些事情啊。因为我想这个拜读我们这个子昂老师的一些讨论哈，他另外在那个，各位可以看那个东森电台啊，大概是几点钟？那个9点到11点了啊，11点半哈，啊，有一个前线百分百啊，经常会邀请他去做一些演讲，那晚上的节目哈，晚上的节目哈，那他通常一个礼拜会至少再出现一次嘛哈。好，那在那个节目里面我就常拜读这个叫一个世界啊，两套系统啊， OK 啊，所以对这个词没有概念啊，那常常提到是以那个华为的这个鸿蒙系统啊，那这个鸿蒙是一个比较软体的东西嘛啊，那当然这个是我是觉得我们子昂老师描述的是一个未来的世界啊，因为我感觉上我不晓得我的理解对不对，感觉上大陆目前能够发展出真正两套系统的部分可能还是蛮有限的啊，比如说刚才讲这个德蒙是手机的作业系统嘛啊，那另外手机的硬体也应该是，我不晓得那个，因为这边我们那个自测会本来就是研究我们国内的全世界的这个电子业嘛啊，所以对软硬体我们这个蒋老师都非常的熟悉啊，那不晓得说除了像以华为这个手机为例的话，它应该是比较是在软体嘛啊，有在硬体上面部分它有自己的独创之处吗？还有说这个大陆里面所谓的电子业里面能够喊得出两套系统大概目前有哪些，但我知道像那个什么现在比如说高铁应该算它自己独大吧，自己一套的系统是全世界要去 follow 它嘛，他买欧洲的车自己创，现在变成一套它自己的系统了嘛，那我们以电子资讯业来讲，有人是说6G 了啊，6G 好像是大陆自己已经发展出一套系统嘛，未来会不会变成全世界的系统？那有没有哪些现在已经具体形成这个叫两套系统的例子？好，各位，那个你们是不是经常用 Google Map？ 对吧？啊，像我刚从台北开车下，我就用 Google Map。Google Map 是不是用 GPS？ 好，你用 GPS 到中国试试看，全中国没有人在用 GPS， 对不对？中国用的叫什么？高德地图，它用的是北斗。好，那为什么中国会用北斗呢？因为十几年前发生一个叫银河号事件，各位晓得有听过银河号事件吗？没有哈。好，它是这样子，中国有一艘货轮叫银河号，好，航行在公海，然后呢，美国的海军怀疑银河号呢
载了那个化学禁那个禁运品，化学品禁运的。为什么？因为那艘船要去伊朗。好，所以呢，美国海军呢、要求要上船检查。啊，那当然，那个中国那个银河号不允许，而且呢，它是国有企业。他说你这样相当于登上了中国的国土，所以呢，中国的外交部就跟美国抗议啊。那但是呢，美国外交部跟海军非要登船检查不可。您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有人听过这个案例吗？好，后来美国干脆把那个婴儿号的 GPS 给关掉。所以你知道啊，关掉那怎么办啊？你说看北斗嘛，哎，看北斗那个不可能啊，这时候谁还看星星的位置啊？他 GPS 一关掉，这艘银河号在海上漂流了30天，这是真实的事。好，网络上你要打那个，你 Google 打那个银河号事件，它就会跳出来。好，所以这件事呢，震撼了那个中国的科技界，他们现在想说啊，当然，因为它漂流，后来被迫让那个美国海军上船检查，结果都没有检查到任何违禁品。那当然，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道歉，美国后来也没有道歉。但是这件事情呢、让中国呢开始痛定思痛。我为什么要用美国的 GPS？ 难道我不可以有自己的吗？所以呢，他花了很多年时间开始发展北斗啊。所以现在全世界两套系统了。好，那个当然那时候呢，那个美中的关系还非常好，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没想到呢，美中科技战到了拜登呢，是那个加码添柴火，川普只是起个火，拜登呢是添柴火，所以美中科技战呢看来是回不去了。好，川普呢是针对5G 打中国的 5G， 为什么？全球第一大是华为，好，然后全球第四大是中兴，简单讲，全球第一大就是中国，那美国是最后一名，好，可是全世界又非要用中国的 5G 不可，所以美国呢开始抵制中国的 5G， 就是抵制华为跟中兴。好，所以呢，那个中国的 5G 开始跟美国的 5G 开始又脱钩。好，第二个，美国开始注意到半导体，为什么？打蛇要打七寸，所以呢，他开始呢想说，哎，中国要发展半导体了。好，那他未来极有可能会威胁美国跟台湾，所以他在中国的半导体还没有茁壮的时候，他就开始打他的半导体。好，所以呢，美国现在看起来他的策略是成功的，可是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个很诡异的事？美国越打，中国总是能够找到一个出路，找到一个有别于美国不同的系统，从卫星，从 5G， 从半导体。哎，那今天我时间有限，没有讲到投影片的那个，就是那个云端。各位想哈，我讲这个案例哈，各位就知道呢，一个世界两套系统，未来哈会影响你们多深。你们用4G 的时候，你们是用滑手机。好，4G 影响了你们15年。全世界从今年开始，全球呢开始大爆发5G， 所以未来15年你会被5G 给影响。请问，5G 时代你还会滑手机吗？不可能，因为用滑的话，我用4G 就好了。各位懂我意思吗？你仔细回想。3G 的时候你按键然后传简讯， 4G 的时候你用滑的传 LINE， 所以 3G 用按键， 4G 用滑的，到 5G 绝对不会是滑手机，那改成用什么？想象，来，赶快想象一下，你会被影响15年哦。对，声音啊。所以呢，我只要带着手表啊，那个我电脑上有一段影片啊，啊，那个我戴着手表跟那个智慧眼镜，我就可以开始跟林教授通话了，哎，我完全不用戴这个。可是你们讲说不对啊，我里头有很多相片呢，
我还有要做一些运算呢，储存跟运算全部都放云端，就因为放云端，所以呢，我只要手表跟眼镜，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了。所以未来15年，你我会离不开云端服务。这是为什么我退休后要去依云谷上班，因为依云谷是全亚洲做云端服务最大的公司，我现在是他们公司的顾问。好，那没想到呢，云端全世界前十大云端公司，全世界前十大，前五家美国，后面五家中国，没有一个是印度，没有一个是英国，没有一个是日本，只有美中。所以代表什么？未来15年的云端服务还是美中在瓜分。刚刚林教授呢提到鸿蒙，就是呢一般我们讲的电动车啊，电动车它有重要的系统啊，就好像那个各位想呢，您的电脑是用 Windows， 你的手机是用 Android 跟 iOS， 同样的，你的车子以后会有一个那个中央的软体系统。好，那美国有美国的，中国用的是鸿蒙，所以还是一个世界两套系统。哎，这在以前从来没发生的，不要忘了哦，我研究所毕业就进工研院，然后呢去做创投，现在到资策会，我职场33年，全世界都是只有一个。哎，没想到到我退休前夕，合久必分，全世界在未来10年会分成两套系统。哎，好，谢谢我们子恒老师。那接下来就讲，因为刚才讲到半导体是我们未来这个非常重要，特别是不管是美中或者是这个我们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啊，像今天股票创下来这个两年来的最低点啊，台积电也创下两年来的这个最低点啊。那只要美国一个风声，然后就这个对台湾有一个很大的这杀伤力。那现在最近这个拜登又提出了一个这个新的措施，那有的评论是说会把这个大陆的半导体事业打到这个冰河时代了哈。那特别是之前这个大陆也花了很多的钱再去发展这一个半导体，他们有这个什么大基金，然后最近前阵子哈这个。他们因为这样，那个部长也下台，那个工信部的部长也下台，然后那个紫光集团的那个老董事长啊，号称要合并我们台积电那一位啊，那赵伟国，赵伟国也被下台啊。OK， 好，那你觉得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封杀令之下，这个中国还有机会发展出第二套系统吗？就说他目前这一套应该还是在发了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个共同，好像那个 IDA 的部分哦，哎，像 IDA 这个现在全世界三大几乎都是美国在掌控嘛，对对对，那大陆好像也有自己的，但是这个规模都是蛮小的。那像光科技现在主要是那个爱斯摩尔嘛，对，但他们好像也有一家公司也有做出好像号称那个了哈，好，但是。这个可能在未来如果要做到比如说跟奈米要跟台积电这样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那你认为他们有可能说在像过去这样、哦、有办法再发展出第二套系统去突破吗？好，答案是我先讲好、okay、讲结论、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那在先进制程是绝不可能、但在成熟制程有可能、okay、怎么说、啊、刚刚林教授讲的大基金、啊、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过去5年、啊、国那个政府、啊、中央投资1300亿，加上地方总共是1兆人民币，未来5年中央投2000亿，加上地方政府也是1兆人民币。各位，一个国家10年用2兆人民币，就相当于是10兆台币，只投资一个半导体，那会导致什么现象？疯狂投资，哎，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花了10年，相当于1年1兆台币，只投一个叫做半导体。好，那他投下去呢？当然，那个成长最快的是 IC 设计，可是他投的钱呢，大部分在晶圆制造，所以导致了一个现象：晶圆的产能呢，这是中国大陆
啊，这是那个2021、2022、2023，这是台湾，这是2020。各位有没有知道，台湾晶圆制造的产能本来是世界第一，我们本来是世界第一哦。可是呢，大基金它大举的投资，在这十年大举的投资晶圆制造，所以呢，因为你盖厂房需要两年时间，所以呢，在这三年2021、2022、2023，它产能暴增，而且远远的超过台湾跟韩国。所以中国的半导体的产能呢，是目前全世界成长最快，而且它已经占全世界第一了。好，所以很多，因为刚刚林教授讲嘛，我在那个财经台经常上节目，所以很多人啊看衰台湾的半导体啊，说你看中国的产能暴增，那台湾还有什么搞头吗？但是你要看哦，这个叫产能，产能呢，我想你们关心的是什么？营收。我空有厂房，空有设备，我要想办法把它变成 money。 如果看营收呢，中国第一大的叫中芯国际，全球排第四，全球占有率 6%。 华虹是这两家相加，也不过占全球 3.38%。 晶和占全球 1.2%。 这代表什么？他投了这么多，空有产能，他的营收一直威胁不到全世界。所以代表什么？他空有产能，品质良率上不来。好，再加上美国不卖他先进制程的设备，所以 MIC 预估到2025年，中国的先进制程威胁不到全球，它还是只占1%。先进制程指的是20奈米以下，所以台湾的先进制程还是独霸全球。所以他们有办法，成熟制程有办法。好，但是成熟美国不卖它，它可以有办法自己做出来。对，它可以、啊、成熟制程啊，指的是20奈米以上。哎，台湾会降到2025年会降到43，中国会暴增到27。所以呢，中国未来呢，成熟制程会导致全世界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产能过剩。那台积电呢，是做先进制程。台湾有哪几家业者做成熟制程？最大的叫联电，联电、立积电跟世界先进。所以这三家公司的股票，你可能要保守看待，因为未来到2025年，中国的产能，成熟制程产能会暴增。那当然，联电、立积电、世界先进也已经在做应应措施了。嗯，好，好，谢谢。所以就说有一部分还是可以自己发展出自己的一个东西，就说粽子美国不卖，我还是有办法突破、哦、做出来、哦、但先进这个可能还有，先进不可能，还有很多苦头可以去吃。先进的话，这么久还是只占1%，所以不可能。OK， 不过台积电也要踹一单了，台积电也很多是成熟制程OK， 未来联电、立积电，那个是更那是哎、那是100%的这一个哈。OK， 好，另外现在这个美国在修理这个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业哈，或包括上次的这个华为禁令，然后这个美国尤其这个把华为公主这关在加拿大，这个好像这个中国啊没有特别去反击，但那时候有讲稀土了哈、啊，中国可以利用什么稀土去控制。然后习近平也去看那个稀土，好像去江西看了一下稀土的工厂，然后来啊发现好像也没有去做太大的动作嘛，因为这个澳洲啊哪些国家也有这些稀土嘛，虽然他们生产量比较不够，但是显然中国还是不够有这个底气去有办法说我呀，这个不像美国有办法对半导体这样去掐住它、哦嗯、好，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说中国如果现在美国这样打压中国，事实上是没办法太多的缓急，那这个是不 是真的是中国底气不够，还是说中国当然有一种讲法，它现在是以和为贵、哦哦、包括最近那个这个俄乌战争的话、听说中国也买了很多美国的这个天然气了、哦啊，为了这个平衡这个贸易的关系啊，看起来是中国只是出声音而已啊，这个那还是动作还是蛮和缓。那你觉得说是因为，这个下礼拜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因为20大之后，会不会习近平第三任稳了之后，开始对美国开始
先斩哦，还是说中国是根本没有这个底气敢这样子这么对林教授、如果看现况、好，我们会发觉中国是一直挨打。对，其实美国不敢讲的是啊，不敢讲的是美国最忧心忡忡的是什么、什么事情在未来的世界让美国最忧心忡忡？我们看啊，5G， 各位想就想象 5G， 4G 那个不谈了，中国被压着打我们就不谈了，未来叫 5G， 5G 你我呢放云端，然后呢靠智慧穿戴，对不对、所以呢你我的大数据全部在云端，有了大数据就能够变什么 AI 人工智慧，对不对？好，所以未来的战场是在云端，在人工智慧，在晶片，各位同意吗？好，那云端我刚讲了，就是我这一页哈，这一页有秀那个全世界的云端啊，这十家，亚马逊美国的，微软美国的，阿里巴巴中国的， Google 美国的， IBM 美国的，华为腾讯中国，都中国的，你看不到英国，看不到印度，哎，所以未来十五年云端还是美中在瓜分。那 AI 呢？一样，你云端只有美中， AI 也是只有美中。好，那美国呢，美国跟那个中国的 AI 呢，目前的差距，美国呢微幅的胜过中国 AI 哦。你我未来二十年会被人工智慧给影响。白宫在2020年年底发表了未来十年啊那个美中的科技竞赛，其中特别点名人工智慧，而且白宫那篇研究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的 AI 在未来十年一定超越美国，一定超越。 但是中国还是没办法去掐住美国的这个、各走各的路，这也只能各走各的，各走各的路。所以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像有一种什么产业啊，或者一种技术有办法去掐住这个。对，没有，没有，就各走各的路，各走各的路，就是两道系统，了不起就是这样子而已。OK， 另外有一种讲法，就是中国的内销市场这么大，对不对？然后这个美国要靠它，虽然海外基地也是在全世界嘛，比如在大陆做。所以之前这个像苹果的话，他为了这个苹果电脑，他为了手机要能够卖到中国大陆，他把我们台湾的一些供应商给换掉，好，换成中国大陆。那主要就是能够希望这个还争取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嘛，对不对？所以中国还是有他的武器，可能是市场是一个武器嘛，那所以苹果也很配合嘛，很乖乖听话，也不敢说太完全靠我们台湾的这个制造工艺。那中国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利用它的这个内销市场来跟像半导体这种行业有办法去跟它换吗？因为你的主要市场美国的这一次像这个它轰杀的像这个 AMD 啊，包括那个这个 NVIDIA 啊，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要卖到中国去的嘛。好，那你现在把它封杀，就是我们说叫做什么这个什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这样对美国，而且现在比如说其中选举快到了，这个马上这个影响他们的就业力啊，甚至通膨也会上涨啊之类的，难道美国不怕吗？难道中国可以？中国有没有可能说我用我的内销市场，你不卖没关系，你以后其他产品也不能卖给我？中国会不会杀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会正好啊，在我的报告里面呢、就这个刚刚林教授讲的啦，美国8月31号呢，要求 NVIDIA 还有 AMD 不准把它的 AI 晶片，高阶的 AI 晶片卖给中国，这个冲击太大了。结果你知道吗？8月30号公布的嘛，这个禁令暂缓一年，因为冲击太大，对，暂缓一年。所以呢，美国商务部也知道，他如果手下得太重，反而打到自己的美商公司。那为什么他这一次的禁令又马上又施出个更强的禁令？那哪个禁令？他最近的这个最近的是针对，其实那个还好，那个还好，那还好，他主要是针对 memory 啊，
那个 memory 啊、我是下一个写的，哎、okay ，它是针对那个记忆。但是你看，这个台积电马上比上次要更严重啊。那这个是大家误会了，事实上这个冲击并没有比起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大家误会了，错杀台积电。OK 好，哎，听到了。OK 好，好，那中国会怎么做？他会开发自己的 AI 晶片。OK， 美国不卖。而且中国早就在开发 AI 晶片了，对，这没错。但是他可以，美国的禁令有办法去限制他说 AI 晶片不能给台湾来做吗？台积电来做吗？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这两颗，这三颗 AI 晶片都是台积电代工的。对，哎，对。然后中国的 AI 晶片因为这些是五奈米跟七奈米、嗯，对。然后中国的 AI 晶片呢，台积电不能代工，台积电不行。哦、okay. oh. ，哎。所以他只会做14跟28奈米的 AI 晶片。OK， 是，所以还是做成熟制程，所以还是不能，美国还是禁令不能再给台积电做嘛。对 ，OK， 好，对，好，所以我不晓得这，因为前次那个这个禁令一下来的时候，这两家厂商就跑去跟美国商务部看喊痛啊、哦。对对对，那美国商务部马上就下命令，那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因为是未来74家，那么你觉得美国厂商 会跳出来？当然，所以现在还没有跳出来。这次，不过这次是韩国厂商跳出来，就是 Chip 4，韩国呢，韩国要求美国呢，说你不可以呢有这个禁令，对，所以呢 Chip 4呢，它限制的是台湾跟日本，对，韩国的三星跟海力士，它暂缓一年，所以韩国现在开后门嘛，那我们台湾今天在喊嘛。那你觉得我们台湾要不要跳出来也要讲？我们已经有6家公司连续跌停两天。对对对，台积电已经缓一年了。哦，对，台积电也被缓一年。OK， 对，嗯，对，好，有 ，OK， 所以会喊，还是要喊的、啊。对对对对，要吵了，要吵。但是今天的一个最新新闻就是，好像叫柯磊啊，哦，柯磊，柯磊，他已经这个下命令说四部啊，不跟，连电话都不跟大陆客接触。不接大陆的电话，不去大陆做服务、啊、OK， 已经有喊出四部、啊、对，因为柯磊他指的是先进设备 ，OK， 14跟10奈米的、柯磊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商，跟美商应用材料，嗯，可他限制的是16跟14奈米，成熟制程28奈米还是可以卖进中国 ，OK， 哎，但是还是很痛啊，你少了这么一块的那个啊，对，营业额还是。所以他们厂商听起来是蛮听话的，听美国、啊、还是官不，他说他们还是这个什么民不与官斗。我觉得其中选举就知道了。OK 啊，所以他们在看风向。对 对, 對，你觉得还是對、哦、看风向？看风向，所以其中选举之后就可以知道风向会又是怎么吹了。OK， 好，谢谢啊。另外，我们这个因为现在在讲什么气这个。美国在去中化嘛，对，好，那中国也喊去美化，对，也喊得就不敢喊太大声嘛，但至少在某些程度也在做这件事，好，但也有人喊出最后叫去台化，因为两边都去嘛，那最后他们两边也抢起来两套系统，那慢慢我们台商到底是左右逢源，还是我们就被弃台了？你觉得未来的大趋势会是怎么样？当然我们会，你刚才说我们厂商还是没办法去做，如果最后真正两套系统成型了、嗯、有两套供应链嘛、嗯、好像是变成两套，每一家厂商要有两套供应链，嗯，好、哦、那我们基本上台商过去我们可能是以大陆客户为主嘛、嗯、主要生产、嗯、然后大陆再去做加工再出货，嗯，好、哦、那美国因为没有制造业，所以我们比较不听美国的，嗯，好、哦、但未来现在美国强调这一个制造业回美国嘛，听说现在他们也在响应嘛，嗯，好、哦、那未来变成我们台商也要慢慢这大企业有还是有本事去开发出所谓两套供应、嗯、像鞋子都是嘛、嗯、我们像宝城他们这个一个厂里面就有五六套系统啊，五六张五六栋楼每栋楼做的代工的鞋子都不一样，所以我猜啦，说未来一起我们的电子业也可能发展出如果有两个形式就有两套系统，对，我觉得我们的半导我们的电子业的供应链也会慢慢发展出这样的系统，对，好，那但还是说我们未来的供应链也会被各地的这个中国也在扶持，越南也在扶持，甚至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印度也要扶持下来，那未来我们会不会这个弃台湾，当然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台湾一定有一定的韧性了，那你觉得大趋势来讲我们
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被期待，还是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像现在好看起来是很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各位看我就知道哈，我退休前呢、啊、一直在思考、哎、我要不要进半导体公司，我要不要进广达人保英业达、嗯哎、等等的哈。那当然你就看到了这些公司我都没有去、哎、为什么哈？因为我看的是未来的世界面貌哈。那个各位都知道呢，刚刚那个林教授讲的呢，中国、印度、连越南都在栽培自己的本土供应商。对，所以呢，会导致一个现象：我如果台商坚持制造某个硬体，坚持制造某个硬体，它未来一定面临什么？毛利越来越差。嗯，各位同意吧？哎，因为呢，有这些那个，它是当地国会扶持当地的厂商，所以我台商如果做全球布局，我未来会面临硬体的毛利急剧下滑。所以呢，我如果是台商，我开始在思考，到了5G 时代，大家还在玩硬体吗？各位你就想这个，像子昂所讲的话，而且如果你玩硬体的话，未来三十年你会面临一个紧箍咒。什么紧箍咒？净零碳排。因为你做硬体制造，你就会产生二氧化碳、哎、所以呢，你会发觉呢，那个台商开始在思考，我是不是要逐渐的抛弃供应链，抛弃硬体制造。同样的，如果你是总统，如果你是行政院长，或者是你2024想要出来选总统，你也会开始思考台湾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好，那下一步想很简单，就两个，5G 加数位经济。因为5G 影响15年，数位经济至少20年，因为疫情改变了人类。所以在未来20年，如果你是总统跟行政院长，你要做5G 跟数位经济，很明显的，各位想象一个画面，在3G 4G 的时候你还要再买手机，你要花个1-2万块。在5G 的时候，手表，我假设我是中华电信，我送你智慧眼镜，我送你。为什么？因为我要捆绑你的应用服务啊。如果那个各位都知道呢，过去这3年、啊、全世界有一个风险叫智慧音箱，嗯啊，小小的，然后跟他对话等等的智慧音箱，全世界的智慧音箱95%是 made in Taiwan， 智慧音箱毛利3%。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电信公司，中华电信、远传，智慧音箱就免费送你。那他为什么要免费送你？他希望捆绑你的应用服务，哎，就好像你的手机被捆绑一样。所以同样道理，耳后智慧手表、智慧眼镜，我免费送你，我要捆绑你在我中华电信远传的服务。什么服务呢？你的资料都留在云端，我远传中华电信就可以应用你的大数据，产生你个人的应用服务。所以行政院在8月底新成立了一个部会，各位知道是什么部会吗？有没有注意到？数位发展部，首任的部长是唐凤。所以呢，政府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你，硬体的时代应该逐渐会结束了，未来会是5G 加数位经济软硬整合的时代。这个就是台商在思考的方向。 好，谢谢。好，那就那个我们那个语谈时间就结束，我们现在剩下最后的10分钟哈。那我们现场的同学愿那个看有没有问题可以问，你要问陈顾问也好，你要问林教授也可以，或是他们两个都要回答也可以哈。就是有没有同学们想要问一些问题的？我们剩下最后10分钟。刚才有同学把陈老师在外面给抓那么久，那位同学要问问题吗？没有哈。好，有没有同学？你好像有问题对吧？没，那边你一直啊，有，好好，太好了。那个麦克风，稍等一下哈，麦克风到。
喂，那刚才因为那个陈教授有说，就是未来可能就发展是云端跟人工智能，然后刚才上一场演讲又说台湾会面临可能就是缺工的问题，那就是会有之前就常常会有说什么人工智能可能会代替员工，那这样还会有所谓的缺工的问题吧？好，哇，这大在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前几天才被问到哈，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有标准答案哈，答案是不会，人类不会被取代哈。各位回想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呢开始推自动化，在二次大战以前呢叫农业时代，都靠劳动力，所以纺织厂很多劳动。那美国呢？美国怎么崛起的？就是纺织设备自动化，开始呢取代了劳动力。所以那时候很多经济学家说，人类完蛋了，劳动力呢都被机器给取代了。结果呢？没啊，你我还是每天忙到不行啊，还是很忙啊，更忙，更忙，而且还更忙。所以在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 ，AI 有两种，一种叫强 AI。一种叫弱 AI， 好，阿诺·斯瓦辛格演的那个《魔鬼终结者》，哈，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然后来击杀人类，那个叫做强 AI。你我那是50年后，我已经走了，所以 I don't care。哎，好，那所以在未来50年呢，应该是弱 AI。弱 AI 指的是什么？辅助人类做一些决策判断，那个他可以呢，那个例如呢，在那个眼科里面，视网膜啊，那个脑中风啊，乳癌啊等等的，这个可以呢减轻医生的判断。所以弱 AI 是在辅助人类，辅助哦，它不是要替换人类的劳动力，哎，那这样让医师可以做更精准的判断，也让医师不要那么的操劳，所以不会有你我有生之年不会担心劳动力被 AI 给取代。好，那个刚才那个缺工的问题已经被解决，那台湾因为刚好讲到所谓的这个净零排放嘛，那所以所谓的缺电跟缺水这方面的缺口，那它未来的趋势又会是如何？好，这个哈也是大灾问哈。那个小英总统啊，透过国发会已经讲了，2050年台湾要净零碳排，就是碳排放量呢要归零。好，所以呢，那个人类的活动里面产生二氧化碳呢，最大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发电厂，第二个是你开的车，人类的活动开的车。好，那发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是最严重的。好，那当然今天有一个新闻，那个很多记者把它当成玩笑话哈，但是我觉得那个澳洲政府呢是真的慎重其事哈。那个纽澳不是养了很多牛跟羊吗？他现在要课农民的打嗝税，打嗝啊，牛跟羊啊打嗝，他课他们打嗝税啊。为什么？牛羊放的屁打的嗝呢，排出来的甲烷是会严重的破坏二氧化，那个破坏我们的，哎，对，好，所以呢，那个很明显的发电厂，牛羊是除外哈，发电厂。那问题来了，发电厂产生二氧化碳最严重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好，那小英总统呢，已经是禁核了。因为我们要飞核家园，所以呢，在那个2025年以前，我们煤炭的发电，现在要加重天然气的发电，哎，所以台湾呢，在未来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台湾要极力发展经济，台湾需要电，可是我们又要废核，飞核家园，所以呢，我们要提高绿电的比重，就是太阳能、风能。问题来了，绿电很贵。好，各位都知道呢，台电一直不敢涨价。我女儿在伦敦，各位知道伦敦的电价在这一年涨了几倍吗？4倍。对，4倍。伦敦一年电价涨了4倍。
四倍，台湾呢零。好，政府呢不敢涨电价，为了选票。那他那个那个，你叫他亏钱去经营绿电、太阳能、风力发电，我跟你讲，恐怕会亏空财政，所以他只好用最便宜的能源，就是煤炭、天然气。可是会让台湾在未来这几年大量的产生二氧化碳，所以净零碳排台湾会被全世界给点名。所以子昂在选择退休未来的工作，我绝对不碰制造业，我不碰，只要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那样的公司，子昂不会去。我要去的就是服务业、软体业，不会产生二氧化碳的。谢谢。好，还没有同学有问题的？有那位那个，谢谢。好。哦，我问一下，像你们刚刚说的那个 AI 之类的东西，那未来趋势有没有可能诞生什么样的工作职业？例如说，会不会有那种说台积，说那个台，说那种半导体产业吗？除了半导体产业之外，还有没有那种会不会是专门去那个研究或是修复 AI 那种？哦，我懂你意思。好，刚刚我一开始有讲哈，我四月二号当外公哈，我女婿呢在那个全球最大的 AI 公司上班，所以我女儿希望我在这个场合告诉大家一件事哈，在未来的世界面貌，那个 AI 跟大数据，全世界会抢翻天，哈，薪水只要都很敢给，所以未来呢，那个未来的工作呢，薪水最高的不是台积电、联电，绝对不是。未来薪水最高的是大数据分析跟 AI， 那这方面呢，全世界的缺口有多少？美欧缺口200万，好，所以我女儿一直鼓励你们，那个未来呢，如果有机会能够呢去做这样的培训，大数据分析跟人工智慧的培训，那这个培训呢都要考证照。好，那常常有人问那个问我女儿或者问我说，难道可是我又不是念资管，我又不是念资工，那我可以吗？我女儿要我在这场合告诉大家，他们公司他的直接主管是历史系毕业，他的公司最高主管是哲学系，他们全公司上下呢，资管跟资工加起来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他要强调是适合念AI 跟大数据的是哪种呢？两类人。第一，逻辑要强，哎，历史、哲学，尤其哲学、数学逻辑很强。第二，跨领域，你不能说啊，我只懂这个领域，不行，因为未来的 AI 它要求是要跨领域，这是我女儿啊给各位的一个期许。哎，那个刚才我们这个子昂老师讲到那个大数据啊，那我们刚才商学院啊。我们下礼拜17号早上啊，9:10到12:00啊，就有办了一个这个大数据分析的演讲啊。好，那我们在金融讲堂，在金融讲堂。对，同学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那边，因为我们买了一套非常贵的185万，是吧？对对对。那个就是舆情分析。对，舆情分析，你可以 key 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找到你要的数据哈。那花钱就是要用哈，所以而且我们是。什么同学，如果你来申请账号的话，即使你不是商学院的，我们当然商学优先，但是即使不是，我们只要给你就是账号，你都可以上去使用哈。所以其实我们都希望说整个学校能够活用这一个，我们甚至连图书馆我们都给他账号了哈。所以就是大家都活用这个叫 KP 什么 KeepO 那一套叫 KeepO 啊，欢迎各位来申请账号的。对对对。好，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到了，今天非常感谢，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很多问题也觉得很想问，但私下再问。那我们的今天又谢谢陈子昂顾问，然后非常精辟的演讲，也刚才帮我们解答了好多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些疑问，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有很多问题，也谢谢林教授今天特别莅临，然后我们做语谈人哈，那就谢谢他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同学的参加，谢谢学长，还有一些师长们，好，谢谢，谢谢全球校友，谢谢全球校友们，拜拜。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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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拍照人员，拍照人员再拍一次照，好。啊，不会不会不会。现在拍照人员要颁奖，但是哦，不拍奖了，真是小事。